企业去哪儿找新客户和合作伙伴呢？有的买方通过网上平台找全球的卖方，而有的则通过展会认识潜在的合作伙伴。所以下一步呢，如何保证一切顺利运作呢？ B2B 参与者往往在新的国际合作中需要花费数周的时间把合同、责任以及交易细节搞清楚，缺乏经验的买家往往被种种文件、规定、保险条例和限制规定这一整套流程下来搞得束手无策，开拓新市场从而变得渺茫。这就是 Export Portal 存在的价值。 Export Portal 专门为中小型企业和其他 B2B 公司提供一个综合性的国际贸易平台，我们把安全、透明、成本效益和简单操作放在首位，让你放心的与全世界认证过的公司及专家放心的沟通、交易以及扩大关系网。我们甚至将研发区块链技术用于整个交易流程，从营销、物流到智能合同、保险等，节约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所有信息能快速、安全并透明地进行传输，取代了以往邮件、传真或其他通讯方式。交易方可查看、分享所有相关交易详情，包括销货单、预计到港日、海关申报表和清关情况。 Export Portal 拥有您所需的一切国际资源，我们的专家团队和社区论坛为新企业提供有关行业信息和教育材料资源，以及全球贸易活动、商会和展会等行业咨询。我们坚持创新，紧跟数字化世界变化的脚步。目前我们正在建设虚拟贸易展和虚拟展厅，搭建商业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功能模块，与 Export Portal 一起走在科技的最前沿。最后， Export Portal 理解您在整个过程中可能随时需要帮助，我们提供行业领先的帮助页面，通过社区协助或在线聊天的方式，24/7无时无刻为您疑难解惑。注册成为 Export Portal 用户，获取全球贸易通行证，完全免费哦！不要犹豫，快来加入 Export Portal， 您专属安全的国际贸易综合平台。